我们接着为各位介绍嘉里镇绿地舞蹈社高明芳老师所带领的舞团和雪甲镇农会世界会及千里飘飘由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专程回来庆祝盛唐落成典礼所带来的表演。长辈就细细的来品尝这一连串专业舞者的舞姿。先为人介绍进牛表演的顺序。首先进牛表演就是西班牙舞蹈，接下来就是女性的表演。